OK， 啊，现在我们讲草书啊，啊，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怎么写，你不要去死定住了，你死定住了，你没办法写了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写，啊，这样你才可以把那个字写好，啊，所以怎么写呢？五啊，三个手指对不对？这位不要去管它，你看五前，这个记得吗？五前东。记得吗？出是吗？足，哦，足足，啊，三个手指，三个手指，不要去算了，啊，嗯，足足坐，家是吗？对，家，关这个记得吗？哇，如果你明白这个字怎么写啊，你就可以一直写下去了啊。啊啊，不要管你那个那这边怎么去描它，不要去描它了啊。五五围，看这是围吗？好啊，好，再讲一次，我们不描了，直接。一名一，这个句啊，好，好。不然的话，你就要这样。一名之怀，九是吧？一，一这个是口是吧？下面一个天也可以啊，不也可以？一足下和。以，记得吗？可以。等，我这边解释是等啊，最后来讲，好，等。复，即，止，好，即止。是是吗？梦，一点，然后这边呢？梦是吧？中。雨雨啊，这个是雨的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五。也啊，无，这个无记得吗？就是三横啊，言，这个两点啊。言见是吗？无言哦哦哦哦，无言，哎，言言言语面言，这个面为看，这个记得吗？这个完了是吧？你记，你要知道这个怎么写啊，不要去描它了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也不是跟着写，你写的你要知道你在写什么，啊，书，他写这个，我们跟他和人系，你看他从这边我们可以拉过去，啊 ，OK， 这一帖叫做什么？这一帖叫做。你们看一下诗文啊，佚名啊，好，对对对，谢谢啊，哦，这个没地方，是不是那梦前世？